大家仲记唔记得蒙面歌王啊？他有李克勤的味道，但他对，但他不是，他比李克勤年轻。哇，吴启贤呢句肺腑之言真到咧！如果揾佢做认人手续真系大镬。今次佢又做评审啦，个节目叫《蒙面唱将猜猜猜》，但依然系认唔出人。我还在猜。今次佢冇呃人噶，坚系唔易估，你又估到冇？今次呢个小王子，吴启贤俾好高评价噶，继陈奕迅之后，有可能影响亚洲嘅香港歌手。嗱，香港歌手啊，俾晒 tips 大家噶啦。我知道这样不好，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，我只有不停的要，要等你想逃。仲未估到啊？咁听下佢唱哥哥手追啦，唱广东话歌好易认噶啦，仲认唔出？你真系同吴启贤做朋友啊！唉，开估啦，佢咪就系侧田咯。咦，佢戴住顶帽，仲点戴到小王子面具噶？偷偷地话俾大家知啊，其实佢真凶上阵噶。